那时候的大黄真的每天跟他在一起，然后我每天训大黄，那时候我刚好在旁边看着一下，跟他互动啊，捣乱过来捣乱啊，他说那种感觉，真的我觉得很惬意的那种生活。其实训练猫最大的难度就是，首先它的稳定性太差，这第一；第二个耐力也差；第三个它很容易分心，注意力非常的差。那我哄它的时候呢，就哎，我声音要温柔一点嘛，比如说“干棒，真乖，好棒哎，看了吗？好吃的呀。”因为环境的声音，他可能会觉得啊，你在虐猫啊，他会觉得你这种做法是完全的把猫的一些天性给磨灭没了。事情都有好坏之分嘛，没办法，那只能说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我没有去虐待他，我只能是正常的引导他训练就可以了。不是我厉害，我后来我觉得是钢棒厉害，因为首先钢棒真的，他能够体谅我，他能够配合我，他能够让我能够跟他融合的训练，或者这点是他给我带来的快乐最多。说了没有他这种悟性，你觉得我也成就不了这么多东西，所以我最大的问题还是感谢他。